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怕那个跟那个那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把阿弟的阿欧吉点。大家好，大家好，弟弟。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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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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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o, udas pipi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对，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就这样。我你让我有米上。哦，什么？我你让我有米上。不打是比比。
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的？简单的一两个字呢？谁会？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就都还没开始上课。没有，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哦，新港社。那个母语怎么会？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哦，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哦，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对，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群。哦。所以我们昨天有七八百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嗯。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嗯。可能我们基地，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大卡斯族啊。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耆老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五大师比五大师，五大师比。
嘎扎来，嘿老鲁伊。来看这边，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我的名字叫白宇浩。太阳名字。太阳名字叫宇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奥村。哪个国小？奥国小。几岁？几年级？八岁三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好，谢谢哈。你会 B-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哦，来呗，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问你敢不敢再说个人的你爱我，想要这样为爱习惯，到底你会怎么想？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光之后那段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柳呼吸不能安啦，一大碗阿尼嘎阿皮和佛路，只有那古娃都卡苏娃娃他天喜能安，你阿尼玛巴是是美丽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姨妈，白羊几嘞？一束色外，白羊几嘞？不嘛嘞，伊叔阿叔呀，白羊几嘞？老黑本阿三怎么落寞？我要换。白羊怎么落？是个烂古人。我阿啥意思？我阿啥意思？花束花纹，我阿啥用么？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
哪里？念哪一间学校？玉里高中。玉里高中。那个男生跟女生怎么讲？不会就说不会就跳过。那个吃饭，晚餐怎么讲？晚餐。早中晚餐你会哪一个？中餐是麻辣。睡觉，休息五秒钟。睡觉会不会？不会，不会就说不会就好了。那那个不是阿美族的，你是哪里？布农吗？我是布农。啊，布哪边的布农？那个卓乐。哦，卓乐，那我来问布农话。布农的妈妈怎么讲？你是念玉里高中吗？不是。念哪里？慈济。紫金附专啊，对，技术学院吗？对。那个胡弄的鸡怎么讲？啊？那个鸡跟鸭，鸡怎么讲？那个水会不会？你是妈妈都不能煮吗？对啊，可是我没有学。你是卓乐。对。卓乐，什么乡什么村？卓乐。卓溪乡卓乐村吗？人体器官要很熟啊，耳朵怎么讲？什么打音啊？那个血呢？手术房会有很多血，血怎么讲？那一个布农族的名字？有，可以请教一下吗？布尼哈。哎，这现在是算高一吗？专一的。哎，专科一年级。我再问两个字就好了哈。唱歌跟跳舞怎么讲？然后等一下有空再跟你们请教一点母语单词嘛。好。好，谢谢。不用说谢谢，怎么讲？母语啊。母语啊，好，谢谢啊。好，那保险套这个产品的鲁古话怎么形容？我是偷敢告诉的你，偷敢告诉的保护的你，还可吃啊无奈，谢谢。弄着还可阿乌奈说，没得哎呀，那么长。还可阿乌奈说哎，弄哦，说过来说，啊，好听好听，我听啊。这不你没得哎，可以怎么讲？我还可弄着还可年轻的，我要抱起来嘛。那简短的怎么讲？啊？帮我翻译一次，保险套怎么讲？保险套。如果我的如果我的我的什么我的勒布伊是包的意思吗？啊，勒布伊是包，对。勒布伊乌达什。勒布伊乌达什。我们这边讲。啊？勒布伊个达什呢？勒布伊个娘哦。行，这样就好了。那个比较是比较老的那个嘛。勒布伊个娘哦，还是包乌达什的。哦，如果一个这样五年还是放我下。哦，好。红公，对。哦，勃起来了，硬起来呀！你要说硬起来。硬还是怎样？这勃起了。硬起来，勃起。都对的。都对的。都对我接受的。用都对吗？都对我接受的。哦，那如果说那个要怀孕射精，那个射精要怎么讲？怀孕这个啊，怀孕，不
不是男生那个射精要怎么讲？哦，老大乌达，老大乌达，老大乌达。嗯，那那个卵子跟精子，那个精子要怎么讲？这样，老大乌达。不是那个精子要怎么讲？对啊，老大乌达。老大乌达。哎，好好好。要几个？男。他那个精子出来了嘛？老大乌达，哎呀，那么厉害。大光亮门的水楼家的森林梯给那亚巴达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无言最漂亮的女生要怎么讲？不是造句啊，用刚走几分钟被你给我讲。哦，对对对，我是阿美族女生，不是很像他这么讲啊？你要录哦，你要录哦。好，你讲。我是阿美族最漂亮的女生，你自己问自己录。漂亮的女生怎么讲啊？怎么讲？哎，手机要对准那个长辈录下来。你是录影，录影有没有录影功能？我是最漂亮的女生。录影的功能。我是阿美族最漂亮的女生，怎么讲？
不能够远。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套围绕，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那个煎熬会不会唱？他演个煎熬的，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火在烧，烧出会有多好？将思念不要吵，我相信。五的是 BB， 一比五的是，五的是 BB。五度三音图案，五的是 BB， 五的是 BB，BB 五的是 ，BB 五的是，五的是 BB，BB 五的是，五的是 BB。
不那边他那个吉木菩萨就啊，那我们这边是苗栗县泰安乡中心村，嗯，我们这边中心村是山林，这边叫西道帮，西道哦哦西道帮部落，西道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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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西道帮啊，我那啥，对对对，你去报上，你那我这个一那个啥，因为啥，啥一来，那唱唱一首歌，你那好，那你龙门说个去报这啥？那呀的风啊，龙岸的瓜啦，俺那个暖西嘎起龙岸，伊的沙金嘎尼嘎，伊哇努木那嘎心，伊耶那巴没得乌啊，伊耶龙岸呀呀嘛古，龙岸嘛古。nanak ai thau zai sa ku nanak ai i ni sa ku swali ga a ma swa i ye ho tau ba lai bo do ya da ba ba lai sa ni eh jia hao bang bang sao lo pang mei mei you zhang sheng a you zhang sheng ma lai lai zhang sheng ta shi ta shi nian mu qin shi nian de Eskogan de mok mahuai su sauni anako ye niyamashinok anako ying niyamashinok Eskogan de mokni ya ta e ma ti san kwa ra 从哪里开始自由发挥一万发挥自然就好了你买了你就是家里面的母语老师哈自己自由发挥一个你看就不要让我圣经表嘛那个旁边旁边不要提哦妈妈妈妈怎么讲会就说会不会就说不会爸爸，旁边不要提哦，爸爸。不会就跳过。来，爷阿公。不会就说不会。阿嬷。男生，旁边不要讲，旁边不要讲，男生。不用阿嬷呀。他什么都不会了。不会就说不会。女生。小孩。好，叔叔问眼，叔叔问器官后，眼睛、容易鼻子、嗯不、嘴巴，弟弟你的头，弟弟的嘴巴，五啊，耳朵，爸爸，牙齿，嗯怒，舌头，你们旁边不要，我要看他的程度哈，舌头不会就说不会，头怎么讲头，动怒，头发，喜怒。眉毛，眉毛不会就是不会。来，叔叔脸上的胡子会不会讲？好，来手怎么讲？头发。脚。Thank you.
I'm not